应该说比我们研发的设计时候的这个预期的要好，第一个是安全性比预期的好，一般的疫苗的这个安全性，比方说注射局部的反应，它分为轻度、中度、重度，那么注射以后全身的副反应，它有这个轻度、中度、重度，比方全身的是发烧啊，肌肉酸痛啊、恶心、头疼等等的，这些属于是全身反应。局部反应，比方注射局部的疼痛、红肿，这都是局部的，它分级的。那么从我们观察一二三期临床观察的数据来说，这个安全性应该是好于我们原来其他疫苗的这个数据，应该说也相当于好于预期吧。那么安全性来说，那么有各个疫苗不一样，比方说早期的疫苗，这个大概。副反应，全身副反应高，就是综合的副反应高到60%-70%，六七十，甚至70%-80%的都有，那也是在接受，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种严重的副反应，严重的这个传染病，比方说天花，天花的话，它就是面对病死率是将近30%，就是很高的病死率，那影响很大，所以是你看这个我们种牛痘啊。它在胳膊上种牛痘，是一个划一个井字形的种牛痘，接种以后，它当局部要溃烂的，溃烂以后结个疤，你看都有个这个肩膀上有个疤，那这个疤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按副反应说的话，红肿、疼痛、红肿，还有这个化脓，甚至于溃烂，就是红肿到一定的直径以上，就是中重度的副反应。那么它这个能溃烂的话，说明啥？它是已经是在局部副反应里面，应该是严重的副反应，而且发生率基本上100%的。这种情况下，那你以前的对天花这个传染病来说，它的病死率很高，所以是可以接收的。所以刚才回答您的问题就是有效性和副反应，就是没有绝对的，一定是多少以下、多少以上是可以接受，是和这个传染病的。严重程度、危害程度去平衡它的这个收益和风险。从有效性来说，分两个角度，第一个是它的免疫原性，就是打了以后，抗体的这个增长或者增长的高低，或者是阳转的百分率。那么这两个数据，我们这个都是好于我们预期。你看我们一二期的抗血清的阳转率就是100%，那个这个三期的这个。血清，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在测定，它是抽样测定，测定以后呢也是好于预期。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疾病的发病的保护率，刚才说了那个阿联酋的，我们公布的是这个他们接收公布的是86%，应该说好于我们的预期，也好于普通的疫苗的上市的有效性的要求，大概大于70%就可以。那么新冠疫情期间。世卫组织公布的，就是有效可以批准上市的这个界限或者标准是50%以上就可以批准，所以是比50%、70%来说，应该说，考风应该是优等生。就是我本人打的比较早，就是最早的一批。现在，我看是我们是3月打的，现在是应该是将近8个月左右，我们测6个月左右的结果已经出来。它还是比较好的啊，那么再强的，那么再还要继续观察。